菲律宾，由7107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，官方语言是塔加洛语和英语，华人的比例不足2%。在这里推广中文教育，传播中华文化，并非易事。而陈永栽老先生已经为此努力了30多年。以前呢，菲律宾教育不批准我们华文教育，现在同意了。他看到中文很有用，连菲律宾的家庭也来学。陈永栽原籍福建晋江，4岁就随父母背井离乡到菲律宾谋生，11岁就到烟厂当杂役，20岁开始创业，白手起家，写就从无到有的财富传奇。在菲律宾，陈永栽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，做烟草成了烟草大王，做啤酒成了啤酒大王，做金融成了银行大王，做航空后也成了航空大王。陈永栽认为，正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智慧，为创业提供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。最好的聚在这里，但是有钱会用在不够我吗？都用上。82岁的陈永栽每天都在读国学经典。从2001年开始，陈永栽资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，邀请来自各地华文学校的孩子们乘坐包机飞往厦门，由最初的每年100人发展到每年1000人，16年来累计人数10000多人。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根留住，培养的新生代对祖籍国的感情，对这个中华文化的热爱。陈先生就是最怕我们中华文化在这边断了根，所以要这个倾尽这自己的财力，花自己的这个各种精力，这个把这些学生送到中国去学习中国文化。从立德立人到推己及人，在陈永栽的努力下，更多的华裔青少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召唤，更多的华文教师像一颗颗种子在异国他乡萌芽生长。努力读书啊，希望回来都会讲家乡话跟普通话。